咁啊，死嘢在山谷啦，即係艦苦啦，就打到一年仗，我頭先講過，大概有二十次上下。咁我都冇受傷，因為我咧就係嗰時期唔係揸步槍，我跟機場班，跟機場班咧就唔係最前邊，有時我哋個神日上睇下敵人究竟邊樣咧，係最打緊嘅時候，又一次就係喺呢個保安帳龍堂打嘅時候，日本仔我哋初年啊出錯，出錯嘅時候咧，嗰啲農民啊牽住牛鞋走啊，哇！日本仔嚟啊，咁啊捉魚箭啊，認為是捉魚箭啊，就碰到日本仔出嚟啦，打咯，我哋山上嘅山下。 打到佢嗰度麻鬼心錯，咁我又好想睇下個，都要拍親我。我睇乜嘢？翻到出翻轉頭，即係我哋唔能夠超過個零線去做零線啊。呢個做零線，你只能夠喺呢度，你唔能夠拍，你出到邊打？啊，嗰啲嗰啲子彈，好容易打到㗎嘛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打咗廿幾次仗，冇受過傷。